OK， 在处女座的世界里，很难满足的强迫症设计，为什么没有对齐，没有分类？那些花里胡哨所谓创意的设计，简直犯了大忌。Stop， 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保证可以治愈你的强迫症，学会这四个对称构图技巧，满足你的审美洁癖。Let's get it。今天的设计主角，暖胃又暖心的羊肉炉。下的美食主角由你来推荐，请留言给 June。中心对称就是将主要元素置于画面中心，以文字为主的中心对称很明确地传达设计含义。炭烧火光的熊熊霹雳，别说我没约你。图文串联中心对称，简单扼要的设计构图，也能表达出原汁原味的细火熬煮。玉米黑轮冻豆腐，中心对称以多个元素为主，反而让画面更加圆满丰富。这一锅真的让人心满意足。以图片为中心，文案两侧对应，元素虽多，但画面结构平衡稳定。这一桌满满好料，不得不佩服中破塞的好手艺。中心对称，不论以图片或文案哪个为主题，副标两侧对应，让主体对称中心，画面更稳定。上下对称，画面元素上下对应，喝了懂你爱探修，主标与副标文案上下对应，画面布局稳定均匀，就像老板的用料始终如一。也可以用色块上下二分背景，自然的切割成两个画面，清炖的问当归的补气，真的让人很难决定。花大的主标题与羊肉炉上下对称呼应，中心副标让画面串联稳定，这锅绝对是东宁锦湖的最佳人气。淡化这一桌背景，加上上下复古元素设计， highlight 这一甲子的火主意，原来好吃就是要带骨带皮。上下对称，不论是元素或图文的对称，都要权重平衡，上下的空间比例。左右对称，设计元素左右布局对应，大大的主标题左右对称，层次感凸显了主体，传统色调加上双龙纹呼应，似乎发现了药膳配方的秘密。双色纹路底图左右对称，突出本店的两大招必点，一锅一炉左右对应，看得出你真的很难决定。你还在三心二意，清炖或当归左右对称呼应，放大的图片让你清楚地看到汤底，的确是晨曦一家子的超人气。主标题左右拆分模糊对应，虚幻的字形反增加探索的动机，不论是哪种风味都能尝出店家的良苦用心。左右对称不只是对称文字图形，还要能对称出视觉传达的含义。对角对称，视觉重点两端对应，保有工整性，还让画面更活泼。温补二字放大置于两端，强调出这两个字的个别含义。祖传配方温补并济，这个冬天大家一起满满元气。一口鲜嫩的带皮肉，要戒明年再说。夸张的文字与副标文案对角对称，打破呆板又能轻重平衡。换副标文案加大缩小图片，带动了视觉动线，这一口绝对是本店常客的必吃推荐。泼溅的药膳高汤形成了对角线，串联了画面文案与视线，炭火炖煮的温补浓郁，这个好滋味真的百年一遇。对角对称，轻重之间拉出了无形的对角线，也引导了你的视觉动线。对称构图表现出设计的平衡之美，简单打破无趣的排版，这样你的设计强迫症好多了吗？最后我的建议，清炖与当归各来一份吧。好的，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希望能给你点启发。设计行不行 ？Design good or not？ 是专门为品牌投加补充设计美感能量的频道，这是用有趣的主题案例，内容很营养，绝对好吸收。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
See you next time.